3、2、1。首先要预祝我的家乡可以在2021年成功的举办这一次代购会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成都人，我特别希望不管是来自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朋友，你们可以爱上这里，可以享受这里所有的生活的细节节奏，在整个代购会的过程当中，也同时感受成都这一个城市独特的美好。